守在夜的更老，抽起夜的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赫林赫轩，我在《完全省钱恋爱手册》里面饰演的是 Michael 赵的角色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彭兆宏，在《完全省钱恋爱手册》里面担任导演一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博峰，在《完全省钱恋爱手册》饰演的是李元崇。我来进行快问快答，请问你们觉得谁是剧中的 NG 王？我笔画偏少。好了，一二三，请翻。大什么大根大鹅大鹅跟他比真的是冰山一角没有，因为我在自己乱加戏啊，他加了以后他有时候自己还圆不回来你可以先洗澡我直接吐了。我加完之后，想说，到底导演有没有要这一段？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不敢加，然后一喊他，导演窝机就传来说：“啊，你刚刚加了，你干嘛要不演？”我说：“我怕被你骂。”啊，如果我是第一名的话，那谁是第二名？拖人下水，海默第二名，应该是我吧？啊，简哥啦，简哥啦。我乱讲乱讲，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。只有你敢讲。请问谁是在剧中最常害别人 NG 的？害别人哦。一二三。又是这个其实跟其他人对到的戏份蛮少的，所以基本上我都是跟于安，好像我 NG 的次数比于安多的。我好像蛮常害 Ali NG 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会加持，或是我自己加一些有趣的桥段，或是导演我跟你说，大二大你给他降演，有时候他忍不住就会大爆笑，然后就会 NG。 所以如果要讲害的话，应该是你害他戏里面有一些行为是异于常人的行为，但这又是他的日常生活，所以就会很好笑。我是你的小狗狗啊！不要那么恶心啦！然后恶心啊，然后哎呦，吓到灯都掉了！干嘛 ？OK， 那第三题，请问你们觉得剧中哪一位演员目前幕后反差最大？一二三，大家完全不一样。一开始想的是 Ali 嘛，想说哇，环球小姐应该是像是一个冰山美人一样，只是没想到私下根本是一个笑点超低的那个很可爱的女生。这个反差我觉得蛮可爱，有个反差嘛。紫红也是她其实更不是个冷面笑匠，她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难聊。我经常蹭她车回家呢，结果后来车子整个坏掉，我不知道是真的坏掉还是假的坏掉，还是不想载我了，应该是不想载你。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是觉得他还蛮严肃的那种感觉。私底下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还蛮逗趣的，就是有一种小孩面。那我想知道导演为什么是谢国峰？他就是很酷很帅的一个，算花美男的一个帅哥了。但他私底下，我觉得他就像个大男孩吧。然后有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无厘头吧，有时候的逻辑。比较异于常人啊。请问你觉得剧中这些演员谁是最好相处的？请作答。一二三，请问大赫写的是什么东西？韦德。有这个角色我都不晓得，乔阿姐很照顾大家，真的，常常就是叫姜母鸭一锅，对，剧组30人份的姜母鸭给大家。因为那个时候寒流来，然后我觉得乔阿姐舍不得大家在寒风中工作，所以她就请大家吃了姜母鸭。就是我有遇到子红的时候，他其实都会过来，就是跟我聊天，也会问我，你的拍戏状况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好笑啊，就是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我就觉得都很好笑，感觉就是很好相处的。嗯，韦德真的私下约他去什么地方，他真的是蛮好约的。这次合作完之后，你有最想要再跟谁合作一次吗？剧中的所有演员都可以。一二三。导演当然不用说啊！我要问一
你说你写的是谁？你两个风都写的是谁？是我吗？我是三峰的峰。这一次我跟博峰几乎没有什么碰到，对，没有。下次有机会的话，希望可以跟博峰再次合作。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好，就是希望在互相交流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写错答案？那搞了黄是不是？没错，你刚刚不是说简哥一起？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你裸露那场戏吗？就是在泳池，然后那天其实也蛮冷的，下那个水池哇，全部都揪起来的，真的超冷的。我那天下去的时候，我是整个一直在抖的那一种。有没有缩成一颗球？我没有说拳头啦。印象比较深刻的大赫他们寒流来那一天，他们两个在玩水，很浪漫的一个桥段。因为用热水看画面可以知道有多冷，因为那个水在他们身上会冒烟，会有水蒸气的烟起来。那寒流太冷，他们要在那边玩得很开心。其实我们那个水砸在身上，那种冒烟，会冒烟。我们好像有一种成仙的感觉，好像水只都会飘在半空中。我们在戏里面有一场戏，是我们一起去新竹的海边骑脚踏车，那一整天。对我来说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天，真的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剧组的一个校外教学吗？还是员工旅游的郊游吗？对，那天我觉得气氛很好，我好喜欢那天的感觉。当然累归累啦，但那天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玩得蛮开心的。还是其实你没有很开心？工作人员应该没有在赶光搬器材你有看到那些搬轨道的脸吗？对不起。